你好，你一定是今天第一日翻学的插班生千行啦。是啊，你怎知道的？你是啊，我哋学校有专门帮助新生适应校园生活的小天使计划，而我就是你的特派小天使添恩啦。添恩你好，我今天第一日翻学，好紧张啊，不知道适不适应到新学校的环境。不过有你帮助我，我就放心得多了。不用客气，大家以后都是同学，是应该互相帮助的。趁现在还有少少时间，不如我带你周围行下。好啊，这边有请。这里就是我们毕业班学生自己砌的马赛克壁画了。哇，好犀利啊，这间学校真的好漂亮啊，好彩妈咪选了这间学校给我读。这间学校还有很多更犀利的东西，不如我找人跟你说一下港大同学会小学的历史啦。蛤？谁说啊？就是他了，港小之声。哇，港大同学会小学是由香港大学毕业同学会教育基金在2002年创办。我们其实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是活泼、好学、思辨和创新。当然我们是更加很重要是有爱心。所以我们都秉承香港大学的校训，是明德格物。秉承住教育基金办学的理念，港小的同学在学校里面一边学习不同的知识，一边享受开心愉快的校园生活。愉快学习和这个学术方面那个水平、慢慢有个 balance。 譬如低年班我们仍然很强调愉快学习，一个环境给他，让他自由发挥，不要影响他、不要令到个小孩的 burden、太过多。个学生来到学校是能够愉快地学习，能够发挥到他自己的潜能，是将来为他成长之后是、做一个比较好的准备。所以后来你十年之后你看到我们学校的小孩子，其实基本上很开心的，但他们也很喜欢读书的，阅读啊等等。哦，原来港大同学会小学是这样来的，真是要多谢当初创办学校的 Uncle Auntie 了。是啊，真是要多谢他们。哎呀，死了，打中了，快点走了，如果不然就迟到想和 Mrs. Robinson 讲得很易明啊，讲解的方法又很得意，还可以和其他同学讨论分享下大家的意见。是啊是啊，所以这堂我学了很多东西啊。其实不单止英文戏剧堂的 Mrs. Robinson 的，还有中文堂的黄老师，还有数学堂的陈老师，他们的堂都很生动有趣的。真的吗？我真的很想快点上他们的堂啊。当然啦，不过相比起来我就喜欢单元课多一点。蛤？什么是单元课啊？单元课就是我们港大同学会小学三环架构课程里面的重要一环。那什么是三环架构课程啊？三环架构课程呢就是就是什么啫？就是啊，等港小之声跟你讲一下啦。哇，港大同学会小学的课程模式是以三环架构来设计，分为主要学习领域课程、单元课程和延伸学习活动课程。我们相信每个小朋友都是独特、有价值和富有潜能的，我们很希望透过严谨的课程规划，有系统地帮小朋友照顾他们学习上面的需要、兴趣和能力。港小的主要学习领域课程着重培养同学的语文发展和思考分析能力。你能补充一下吗？还有那个跨越人呢，他去了那里玩。Yes.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today? I like to feed the animals. I want to. 港小非常重视两文三语，悉心设计普通话和英文的日常语境，提升他们的语文能力。凯顿·爱因斯坦。
What we do is that we encourage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So all the teachers speak to them in English all the time. And that is very important in creating a whole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for the students. So they are not only practicing textbook English, but they are also practicing everyday English.中文科和英语科我们都强调这个语言的环境的一个营造，因为低年级孩子他必须先能说，对吧？高年级他才能写，所以在低年级这个阶段，一到三年级，其实我们非常注重他说话的能力的建构。而数学同埋常识课就系以探究学习嘅方式，让同学自己多思考、多研究，主动去揾答案，彻底明白当中嘅知识。因為科技啊，因為嗰個生活嘅轉變咧，有啲係同以前唔同咗嘅。恆星依家數目都唔同咗啦。咁如果你淨係記個答案嘅話咧，當嗰個資訊唔同嘅時候咧，你係唔知道到底啱定唔啱。所以咧，如果你能夠學習嗰個方法，咁第日咧佢自己再進一步去學習嘅時候咧，佢係具備咗嗰種能力。哦，原來三環架構課程係咁解嘅。係啊，我一早就知啦。所以我們剛才上的英文堂就是屬於主要學習領域課程了。我知道還有中文堂、數學堂和常識堂嘛，講笑之聲講得很清楚啦。哦，是嗎？我知道現在有些同學在上單元堂，不如我們去看看吧。Teacher Silas， 出面有两个同学啊！其实我哋唔使走噶，我哋平时都有机会欣赏其他同学表演噶啦，就好似五间任务会同埋周会，仲有明明系你跑先嘅，我都系跟住你跑啫嘛。哦，系咩？哈哈哈！不过见到佢哋学得好开心，唔知几时先可以同佢哋一样呢？你都想玩乐器？想噶，咩仲有其他嘢学嘅咩？咁啊，梗系有啦！我哋单元课仲有好多嘢学噶，之后仲有延伸学习活动添。等我慢慢讲俾你听啦。等等，我知道啦。麻烦你啦，讲笑之声。港小的同学每学年会学习12至15个单元课程，当中包括了舞蹈、戏剧、篮球、非洲鼓等等，在其他学校只属于课外活动的项目。我想当初开学的时候，我们那个理念就是希望发展同学的多元智能，因为多元智能譬如包括空间智能、音乐智能、肢体智能等等，很多活动最多只是发展到两个或者三项，咁我哋就供应好多唔同类型嘅活动俾啲学生做单元课，就等佢哋系唔系都有机会去接触一下，咁等佢哋有机会去发掘自己喺呢一方面有冇兴趣或者有冇才能。当同学喺单元课当中揾到自己嘅方向，就可以喺多达50项嘅延伸学习活动中选取最适合嘅课程，进一步发展个人潜能，追求自己嘅目标。我的目標就是每年都是打學界，每年都要有新的進步、新的突破。意思就是話，有一年我有些地方做得不太好的，第二年我就改正好它。我在電視那裡看到一些在奧運的人打劍擊打得好人際，我又想去學他們在奧運那裡打比賽，又可以拿到獎。劍擊對班小朋友很認真啦，好聰明，他哋肯去學，肯去活用，而且咧個好勝心很強，很想贏。個進取心對啲小朋友嚟講係好重要嘅，因為他哋咁樣先會有個目標去慢慢咁去進步。冇啊，因為6年班考試，如何早啲入？估唔到同老师一起食饭系咁开心噶！系啊，我哋嘅师生关系系好好噶，老师好关心我哋，成日同我哋一起倾偈噶。
我最初仲好担心佢哋会好严肃，但系原来系咁亲切噶。系啊，我哋平时班主任唔同嗰阵时候，老师会同我哋一齐玩游戏，互相分享，成班好似一家人咁噶。咁我就要好好多谢你啦，天恩哥哥，你今日照顾咗我成日，仲讲解咗好多关于港大同学会小学嘅特色俾我听添。你都唔使客气噶，千行妹妹。校长同埋老师都话，学生除咗学科学习之外，德育都好重要，所以特别重视生命教育。而我就系响度学识咗爱同埋感恩噶啦。吓，生命教育系喺三环架构嘅边一环啊？哇！生命教育是三环架构以外的德育课程，虽然同学业成绩无关，但都是港小极为重视的课程。学校希望透过生命教育去培养小朋友有一个爱惜生命、尊重生命的态度，并且建立正面的人生观，以致他们将来面对漫长的人生旅程可以作出一些适当的决定。我哋透過唔同嘅體驗活動去幫助學生培養正向嘅價值觀，例如其中一個嘅活動體驗日，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學生有機會去喺學校裏邊擔當老師，又或者係工友叔叔嬸嬸嘅角色，嚟到去體驗呢一啲嘅學校生活，希望佢哋能夠係培養一個欣賞別人努力嘅心，同埋一個感恩嘅心。今日嘅生命教育課特別請嚟幾位家長演出舞台劇。让同学以更有趣的方法来学习爱和感恩。我真的好多谢你啊！真的好感动啊！呢啲真系美丽嘅友谊啊！最主要是表达到呢个剧里边咧嘅爱同埋感恩，嚟到令啲小朋友可以有一个感受，一个共鸣咯。同埋佢哋嘅价值观，令佢哋深刻啲。因为有时好多时候我哋父母咧，成日喺屋企讲。話你要愛惜啲玩具啊，或者愛惜啲你嘅書簿啊，即係好多嘢要感恩啊，咁即係佢哋唔係好明白嘅。咩係愛，咩係感恩？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帶到個信息俾佢哋嘅。其實學校唔係淨係教知識咯，教嗰、那個做人處事嗰個價值觀係好重要。而生命教育正正係做呢一樣嘢。媽媽，天恆今日開唔開心啊？好開心啊！啊，千行媽媽你好啊，我是千行的朋友天恩啊。天恩你好啊，多謝你跟千行做朋友啊。媽咪啊，天恩好好人的，不單止咁啊，所有同學都好好人的，課堂又有趣，間學校又靚。咦，睇嚟你真的好喜歡呢間學校喎，證明媽咪冇揀錯。係啊，媽咪，我第一日翻學已經中意咗呢間學校啦。咁好啊，可惜媽咪唔可以同你一起翻學。如果不是就可以陪你一起開心了。啊，雖然千行媽媽你不可以陪千行一起上學，但是你可以參加家長義工的活動的。家長義工活動聽起來好像不錯的，即是做些什麼？媽咪啊，其實你不用問她的，你不如問。啊，我早知道你會這樣說，我們請港小小聲跟我們說一下。哇，家校合作是港小其中一个最重视的元素，我们相信家庭和学校都是同学成长最重要的伙伴。校方其实是非常正面和积极的，学校方面其实我们有很多活动家长都是可以参与在当中，小朋友是很开心，家长是可以在当中是付出了他的努力，校方也都很正面回应我们一些要求或者是建议。家庭和学校的无间合作，除了让同学有一个完美的成长学习环境之外，也都令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当我们越投入在这个 家校合作的活动里面的时候，小朋友是更加会投入他们的学校生活的，我们都会知道他们讲哪一个讲哪一个地方，其实在这个沟通上面大家会有多些默契。他们很喜欢我们回学校，即係見到我哋咧，亦都會即係好開心咯。見到我哋喺學校嗰度出現，係咁我哋翻到嚟屋企嗰度，亦都會同佢講翻就一啲學校見到佢嘅嘢，可以即係多啲溝通嘅機會咯。等我哋可以係咁，亦都親子關係都親密咗好多。
點啊？我呢個建議係咪好好咧？真係好好喎！千行又可以陪多啲你，而且又有意義。千行，你贊唔贊成啊？贊成啊！贊成啊！嗯，好啦，等我翻去就即刻報名參加先。媽媽好耶！係喎，天恩啊，你知唔知道最近學校進行緊啲咩活動啊？睇下先。首先咧就有呢、這個經過十年的努力，港大同學會小學累積了一點的經驗，今後會在這個優良的基礎上繼續深化、優化和配合時代需要發展我們學校的工作，期望培育學生能夠成為一個熱愛生命的自主學習者，為他們的未來打好基礎，迎接挑戰。